好啦，又到了我们的王者荣耀的实况。那我们现在，我想说还是用那个妲己好了，因为没有加血好像不太会用。OK，我们等差一个人进入这个。OK，匹配成功了。我选择妲己啊，妲己好像比较好用一点。它还蛮多角色可以选择的，它有一些角色。像悟空好了，它造型跟悟空跟我们原本的传说的造型很像，但攻击方式好像也不太一样。我们等一下来试玩看看啊。我先选这个妲己，看一下还有什么木。哎，是女仆咖啡哦，请尽情吩咐妲己嘿嘿，主人，魅力请为尽加情持吩咐妲己主人。啊，开始了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这次我们就跟那个程咬金一起走，他走上路了。是什么意思？应该不会被他拒绝吧？他攻击力虽然说很蛮强的，但是他一个人应该没办法守住吧？他怎么在发呆啊？我们的对手是姜子牙，是老夫子吧？姜子牙，战争我打。不痛苦，一直微笑就好了。发起进攻。Blood。哦，谁被干掉了？貂蝉哦，全部打中路啦，是怎样啊？老夫子，这么爱打，我来支哦。那个谁被打？后羿嘛，对不对？拿弓箭叫后羿，我来支援一下，我支援一下，哎，我来了，老头啊！羁绊是什么意思？是冰女，就是传说的那个貂蝉的招式。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。去吧，妲己陪你玩。哈，我帮他补一下，但是还是挂了，没办法。努力做主人。看来我守中路了。抢到一颗头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心就不会受伤。复活了？为什么他一开局就有复活功能呢、啊？
老头把人家挂了。救不了他了，站在范围里面，等他过来好了啦，真是的。为什么会痛苦？一直没错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哎，跑走了哈！哦，真是的，他超强的，跑来跑去的。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要打紧，看看你的心。为什么会痛苦？一直微笑着。哦，爽！击败了哦，击败了哈、哦！对啊，为什么他还活着啊？太 OP 了吧，这个！他可以回血，他几乎不会死嘛。
的是 Double Kill。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。为什么会痛苦？一直微笑就好了。哦，差一点，可恶，要跑走了，几乎是秒不掉对方哎，为什么？没有心就不会受伤。回程补一下。我来支援他一下，他快挂了。为什么会痛苦？一直微笑就好了。帅哦！努力做主人喜欢的事。哦，双杀呢！秒掉，爽！是什么意思？ Enemy unstoppable.
Unstoppabl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开始撤退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Unstoppable. 开始撤退。Double kill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碎啦碎啦，终于。哎呦，终于获得一个 MVP 啊！哇，每死一次哦。好了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然后，如果你想要买它的点数的话呢，我下方有一个必拍网的网址，然后输入我的江 style 可以获得一些折扣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买到你的点数。那我们下集再见喽。